哪会怕有一天会跌倒、背弃了理想，谁人都可以。哪会怕有一天只你共我。哇，最后一位，哇 ，Michael Jackson。我有。是啊，其实我刚才一看海明威真的很像张学友，看到没有，其实这个鼻子眼睛那个地方，对啊，真的很像 Jackie。 是啊，学的也好像。对对对，谢谢谢谢海明威，谢谢。哎，这边出题出得好，那这边我们让谁来应战？还得让谁？没你就别进了，肯定是你这边来了。我先来。咱们先来。好，你先上吧。爸爸，我们也找个年轻的小伙跟他对伙。好嘞，有请这位小伙子。来，那个拿来一下。我想啊，唱，对对对，这首歌曲呢。加油，哥们，大哥。他还好没被压坏脑筋啊。哎，就为您带来这首琼瑶小姐的《燃烧吧，火鸟》。好。如果你是一只火鸟，我一定是那火鸟，把你围绕，把你围绕。如果你是那火鸟，我一定是那火鸟，把你照耀。